哎韩国，哎韩海，就两个字，掉泪，掉泪，那个香甜呐、啊。真奇怪，我在市面上的稻米怎么没吃到这种香甜？嗯，可是吃海稻米呀、啊，就会让你感动。啊，我是通常就是那种忍住了，然后后面自己大哭一场。他们的故事在华视圆梦厨房。